还是十来倍啊。我们这儿夏天比较喜欢吃这个饭，过凉水的面条，里边放各种菜嘛，放黄瓜呀，豆芽呀，胡萝卜呀，还有南瓜丝儿，各种。然后调味料就是浇上一些蒜汁儿、芝麻盐，主要夏天吃这个清清爽爽的，比较舒服。菜炒的排场。面条看着没多少，把菜码全部一加上之后，也是满满一大碗。你咋有点白乎的看上去？这个烤鸭蛋。你说鸭蛋能碎了拌面条里边了？你真会吃。你要吃面条吗？酱，土豆。你的肉肉那个，肉肉的那个是碎了。你还吃吗？喂，我喂一些，喂别。吃鸡腿吗？啊，过来爸喂你鸡腿啊。就。是不是？是。还有十来倍。肉里说肉味儿，你看这好像不是那样做的吧？我没见那样包装。不如跟我一起玩吧。一会儿吃完饭再玩，先吃饭。那鸡腿来喂吧。你干嘛？不可以摸这东西。你先吧。哎呀，回来之后还没来得及给大家拍一拍胡辣汤啊、水煎包呀、还有我们那儿特色的焖面呀。这一下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门了。来，我饿了啊。弄辣椒呀？这种小尖椒。你懂个啥呢？还把种种个啥？那啥叫辣？拧嘴。真辣！今天就不加面了，也不知道在家里边要居家几天呢，物资还是要省着吃。